呀姐。现在呢？二点多，这是二点多还是走不来？下个赛季KD不得上个五吧？一两百场的时候差不多吧。嗯。越往后越低。你要不跟我打差不多，跟打强壮人头啊。啊，但是吃鸡也有，也吃鸡呀。那你不能光靠吃鸡呀。哎，主要那什么，下赛季拿另一个号。肉点啊？肉点是吧？不用，肉点就拿这几个号肉就行，不要在乎数据，没有用。拿张纸擦一下。干啥呢大宝，要上墙啊？准备，兄弟们，我完事儿了。大宝搁那哐哐蹭墙干啥呢？点字呢。我给他揍两下子，来，过来，大宝，来，给你两个嘴巴子。找你呢。我不要，你快给放了。我可不碰了，整一身毛。准备啊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准备啊！天神下凡是什么意思啊？天神下凡 LV 一，哎，我 YY 都这么多级了，我 YY 都174级了，真牛逼！看龙哥多少级了？龙哥都300多级了，龙哥是不是开挂了呀？我多少级啊？我没看啊。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东西 ？YY 等级 ，YY 等级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。晚上好，兄弟们。这不得关一手摄像头？此时不关，何时关？找迫击炮啊，兄弟们，别的事不干，就咔咔找迫击炮。怎么全是这个图啊？有点玩腻了都。把斗鱼夹克我穿下来。把我风衣穿了，把我风衣，把我不要战衣穿了，抽的抽的一逼。你穿着看一下，多帅呀、啊！这戴个面具，哇，这不帅吗？哪儿帅了？穿的衣，这不帅吗？你叫谁看我操，这大风衣？
有点迷糊啊，刚吃完饭，这一波架猥琐一点，7-8队，没事没事，猥琐一点，猥琐一点。我们打猥琐一点就好。没有枪。